我问你，你以前在超市外口，是不是就是想要找我参详，不然要救那个病人？那个病人其实就是家风对吧？也不过那天家风有陪我去超市，你却给我录音给家风听，所以是不是表示讲有两个家风？听录音的那个是我真正的翁婿家风，对不？无唔对，就是安尼。卖个问啊，赶紧去救人，啊去找到伊下落，拜托你，恁赶紧去救伊。我爬了楼梯进前，你跟我讲电话，你的人敢上黄金？哎，应该讲是叫江德成控制黄金。你当初你有讲到陈中志，陈中志不是在阿英的时阵就已经死了。你意思是讲陈中志无死？你当初，你甲讲到陈中志，佮甲讲到葛罗家风，若是甲这两个人啊，甲做伙。佮加上即马伫个罗家，迄个伊确定是罗家的子孙，所以进前互你藏起来，迄个家风就是陈中志。什么代志啦？你哪会哭到安尼啦？敢有可能啊？所以我的翁婿罗家风，自头至尾是陈中志，就连我的大家官前养几十年的后生罗家风，嘛真正是陈中志。遐唔过我的大家官啥物拢唔知。其实我早就应该要到这，只是我一直无去这边去想，因为两个人啊差伤侪岁，差差不多七岁呢，所以我才无多跟两个人啊连做伙想啊。伫个家风拄着杨总裁了，就开始做一挂奇怪的梦。有一天，家风伫个路下，甲杨总裁差点要出车祸。因两个后来有坐落来讲一挂话，迄天暗时啊开始，家风就开始梦到杨总裁，而且家风梦梦到家己跌落水，梦到家己去被关伫一挂黑暗的所在，甚至无物件食。不过照理来讲，这拢毋是家风应该会有的记忆啊。除非陈中志无死啊，而且有人挑过，用恐怖、搁虐待方式甲饲，而且这个人搁无希望伊用个正常大汉，所以伫家己苦读。伊想要予伊大汉，啊，毋过搁会当维持囡仔的体型，然后再搁找机会来调包，安尼咱大家才袂想为遮来。可能，你爸甲我讲过，伊讲父伊甲兄仔讲，家风伊细汉时要跋落水里，结果用救起来了啊，个性就变啊怪怪，常常偷摕物件比起来食，
你当初认为这款的行为真离谱，啊，不过若是跟我现在的推断斗起来，安尼就完全拢无感觉奇怪啊。这么多线索，我煞无多，把整个事情拢倒起来，一直想不通。哎呦，我来这么含慢啊！恁到底是在讲啥？我讲我拢听无呢。不是你讲听无啦，金鱼这么巧，伊都拢想无啊，搁还免讲是你啊。也不过到底是什么人，恁用心计较几十年？就是为着要把家风还够单中一条包啊！除了迄个连家己的亲生查某孙啊，你有当牺牲利用，想要转生的江道成，还够有啥嘛？伊连伊家己的魂拢有法度调来调去啊，要把别人的囡仔调包，伊完全无道德上的负担嘛。佮加上，已经怨恨当初把乌贼封印，突破恶行恶状遐的人，所以用这款方式来报仇，这嘛是讲会通的啦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就知道我可以信任你，你一定会找到真相。现在真相大白了，兄弟，这些事情你千万不能说出来，因为我还没想到办法把人找出来。会记得哦，在我想到办法把丹中志找出来之前，你绝对不能说出来，万一有江道成知道，这样他可能会把丹中志灭口。有当时啊，真正会比较心情的艺术也够科技啊，更加厉害。就像是家风几啊年前，唔捌因为失眠失去求生意志。你当初我做伊的看头，伫一阵的意外当中，我跟你讲，是无可怕。今麦这款感觉，希望无可怕。两个小姐无。头壳的拢是我落来了。金鱼，我不准你讲拍去定的话，啊，你不是讲过啊？有你就有我，你讲话算话呢？朱先生，我今仔要送指纹互你收，希望快急救。你敢有要对？也是我先送你去安全的所在小休困一下。我要陪在金鱼的身边啊！我爱确定伊完全无代志，我才放心啦。我了解。你对我好，今晚要走啊！你先把手放我开，安尼才会当过去。哦。金鱼，快来啊！金鱼，你把金鱼送来电啊！金鱼，金鱼，别理我，谁啊？原来拄只只是做梦，不是真实的。只是我来伫只。我是江总啊，江总裁应该有吩咐啦，讲我是来负责白罗家风专业的代志。恁拢准备好未？拢好啊，随时会当出发。江总裁，真正伊可是江道成伫背后闭鬼闭怪。连油香水都无法度保护我。把罗家凤的卫生器材全部卸了，咱就当准备离开啊。好。看起来想要逃离开江道成的控制，干来当靠家己啊。我是嘛？都一样。哦，罗家凤啊，你清醒的时间哦，材料拄拄啊好，生活袂少的气力甲精神啦。江总是你哦，你哪会伫遮？是毋是油香水派你来的？我要是想卖甲讲，我准备要甲送转去罗家较好。若无哦，伊若情绪伤激动，
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算讲是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爹哦，你做你放心，你免烦恼，我会送你去一个更加安全的所在。你冲起来了。江凯勇，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代志啊？上好是重要代志哦。江凯勇，我先警告你哦，我今麦心情无好，你上好好啊讲话。还佫有啦，你若一定唔出声哦，我过去啊电话挂掉。金宇，小代志，是我。家峰，你是家峰对吧？是，我是老家对你迷失迷路，就是花下慢慢离开的迄个查甫人。你从此是跟我联络啊？家峰，你跟我讲，你现在在哪里？而且，你怎么用姜凯勇的电话找我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跟我讲你在哪里，我才会救你。事情已经过，很复杂的，我只是很快跟你解释。白人逃走去啊！姜总各行各分在遐，先把白人找倒回来再讲，伊一定还袂走远。家峰。你还会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即马啊，真少听我，我讲的话。我相信你会记的。真正咱两个人搬入去山坑，咱做伙秘伫一间古厝内面。我会记的啊。安怎？你即马伫迄个所在附近是毋？我无确定的，我即马唔知我伫倒位。我安尼跟你讲，只是为你相信我，我不是别人。老实讲，我会当脱离这个所在，咱就定起面。你一定要过来找我。我一定会去找你。家峰，家峰。发生什么代志？那希望把电话挂掉啊！